France 2024 est et restera Miss Nord-Pas-de-Calais。一脸不敢置信，笑着和对手拥抱。法国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出炉，年仅20岁，来自法国北部的伊芙吉尔摘下后冠，从30名法国各地区的佳丽中脱颖而出。伊芙吉尔一头俏丽短发，五官精致，成为选美赛事103年以来首度由短发佳丽胜出，竟然罕见引发争议。批评人士指责评审团选出雌雄同体的选美皇后。相较历年冠军，长发飘逸、卷发造型，伊芙吉尔看起来与传统法国小姐形象不同，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觉醒运动。伊芙吉尔也形容自己的胜利是多元化的胜利，每个女性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从去年开始，选美标准放宽，已婚、有刺青、变性女性都可参加，也不再以美貌为主，由观众和评审共同评判。这回伊芙吉尔在公众投票中仅获得第3名，但评审团将她推到了第1名。伊芙吉尔目前仍在大学就读，主修数学和电脑科学，外貌与智慧兼具，这回只因自己选择中性短发造型，格外掀起话题，始料未及，但也展现女性独特魅力。三立新闻陈佩报道。